施福真老师。哎，是啊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施老师，老师不错。施老师的作品有一首我上盖，这个尊敬的歌，叫做《蹦恰恰的鼻腔大》。蹦恰恰的鼻腔大。蹦恰恰，蹦恰恰，蹦恰恰的鼻腔大。蹦恰恰，蹦恰恰，还好。蹦恰恰的鼻腔。因为细汉的时阵，用枕头啊乌鼻孔，乌甲两孔乌浪浪，实在惊伤。施老师下来。老师唱得好好啊，好可爱的歌哦，好经典。你讲什么是好歌啦？万年久万一听都啊，这都是什么歌？足隽永的。我咧讲哦，太有特色了。啊，老师写了吼，佫感觉歹势，讲袂讲找我。阿麦是无经过你的同意，甲你写，我不要紧。这人阿袂往生都有歌，这外公用的。